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治愈系心理解答节目，非常幽默，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。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逗你笑。我是雨燕。时代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。说呢，有一个科技迷，他在沙漠之中迷了路，他无意之中捡到了一盏金色的茶壶，他捡起这壶呀，摩擦摩擦，在光滑的地上摩擦。等到他擦去灰尘的时候，就想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从壶嘴里面飘出了一只巨大的蓝色精灵。精灵说，年轻人，我是灯神，我可以满足你的一个愿望。技术控就很激动，就问了，说，哇，灯神，我想知道你这个全息投影是怎么实现的。大哥，这都不是重点好吗？你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呀？小朋友，我问问你哈，如果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，你希望是什么呢？中宝大集合，